你是一直在想谁在帮助你，连自己的腿受伤都不知道？没有，这只是一点小伤。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发现你好像很害怕得到别人的照顾还有帮助。我必须相信自己可以，这样活着比较不累啊。可是一般来说，一直坚持靠自己的人不是更应该比较累吗？你怎么会觉得不累？那是别人又不是我。童家弟的亲身体会是期待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，那样才累吧。我不想一直对着空中伸着手，期待谁来牵着我往前走，那只会一直原地等待，就握不紧拳头，就没有力气往前冲啦。看我，一心一意往前跑的时候，会忘记哪里受了伤，真的。你还好吗？怎么一下子就腿软了？不是因为我太累哦，也不是因为我受伤哦，明明不是啊。那我猜猜看，应该是你肚子饿了。我肚子饿了。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兑换？谢谢兑换券。嗯。